支付，家己爱开钱足贵个。啊，若传统个开刀入去，一粒一粒拔拔拔个开掉，真济方法啦吼。但是迄一礼拜你绝对生不如死，吼、哦，也袂坐咧，也袂倒咧，哦，啊，尻川个小可捏者雨伞顶都痛到要死哦。所以普通时就安怎爱通便，毋好避忌放屎算秒个，上加一分钟。袂使超过两分钟，两分钟放袂出来，请你莫阁放。等夜晚再阁放，后抓啦，吼、哦，莫硬创创个痔疮。所以你买好痔疮生，你来定定倒咧，定定莫做徛的工课。徛的工课生痔疮的，就是老师啦、牙科医师。哎、欸，即摆牙科医师拢倒咧吼，啊个车长小姐，古早车长会记无？哔哔，一站到啊，吼啊，哔哔哔哔，叫退车爱退吼，哎、哦，迄拢爱徛咧哦。就好生痔疮，怀孕的时嘛，真好生痔疮，不过大家知影吼。啊，即个说透墙，透墙就是去便所，唔是坐二十分钟尔，坐两点钟。哦，直直等于讲等无煞，伊歪歪上班，哎，反正伊无唔免上班的啦吼。就啊，短个肠啊，就啊凸出来，短个肠啊凸出来，走袂入去，就啊溃疡发炎。这款肠啊，若真正出来，拜托，就爱去大开刀，唔是对这只较正调呢，正调肠啊伤。对这只流出来，所有的物件拢未消化，翘的，你得把这拢塞倒入，把这个外口迄层，哦，迄层爱开刀，爱甲修补，所以这号做脱肛，脱肛症有轻的，有重的，有足严重的，拢总爱接受开刀。咱的胃肠吼，讲起来是真大的一个范围啦吼，啊，这个范围吼，要互咱知影讲。对咱的呼，咱的迄个说，甲咱呼吸道共同腔的口腔，一直到肛门，这中间有遮多的通路，咱拢有可能来得病。啊，这得病内底吼，在咱生活上，咱有法度做得到，就是请咱和胃肠去发挥伊的功能。我讲这意思是啥？就是咱有些揠苗助长，揠苗，就是。人咧种稻啊，啊，迄苗伫遐，啊，你想讲较紧好生哦，逐工去甲迄幼讲，哎、欸，有较大丛无？啊，若无咱甲幼较大丛啊，迄互你幼三工，迄个苗就死啊，你得爱互自然去生。咱肠仔内底有偌侪消化酵素，你知道？从口腔开始，有咱的唾液出来遐酵素，咱经过口腔入去，咱的食道每一个都有食道的分泌的遐个。黏液跟酵素，入去咱的胃内底，搁较侪，足侪酵素伫咱胃内底，甲咱食落去的头皮遐个物件，哦，菜色啦、肉啦，落去甲分解呢，分解了，伊就变做较嫩啊、较高高的物件，伊才好多经过咱的十二指肠，十二指肠第一步、第二步去吸到咱的胆囊出来迄条总胆管。总胆管就是伫咱的十二指肠第二部的所在开口，伊嘛是伫咱的胰脏右丘的所在出来胰腺共同腔开口。咱的总胆管对遮开，右丘对遮开，伫咱的十二指肠的所在流出几落百种、几落千种的消化酵素。咱的肝制造所有肝内底消化酵素，主动经过遮流出来，伫咱的胆汁、青青内底。把咱泥色，和咱入去的米田共做出来，拢总有迄款青青啦，哦啊，安尼 brown 就是讲咖啡色啦，啊，金焦色黄啦，哦，拢有哦。有一天你若发现到你的屎放出来是白白，亲像这款稍微黄色，或者 clay color，clay 就是咱的迄款叫做粘土啦。黏土色，不是纯白哦，黏土色的大便，你就要知道你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你的共同腔的开口，你已经得到造成66岁死去的病，伊的胆囊就癌大便通，放出来大便白色的。萧松瑞，中山医学院的前院长萧教授，胰脏的头胰头癌会白通。所以大这边的马北通，然后变成棒北塞。中山医学大学后来的林荣医外科台大的教授，
林荣一教授也在一年多前去世，真好一个教授，但是伊丢的拢同款，胰脏的头、胰头癌，对腰丘的所在，甲你生癌去对着咱的总胆管出来共同腔。张医师也同班同学，吴七医师，三四十年前伫中山医学大学，向总说中山医学院伫教消化道专科医师，伊家己得着这个病。当个怎样讲放白塞 ，clay color stool， 粘土色的白色的塞，每条、不痛的黄疸，因为大家未痛，规身躯拢那肝病，迄种的黄疸不好。你若会痛，的黄疸是结石啊，大结石、总胆管结石，拢痛啊，甲涂骹有空都变软了，迄点都无要紧。所以吴奇医师佫过来釜山科的。张医师在咱中正路咧开业，足好诶同班同学，拢总得这款病，无遗憾。孙文，所谓因中华民国、中华民国诶总统、大总统啊，叫做国父。你也看卖啊，六十几岁，伊所谓的肝病，甲赵宁同款，拢总是打食未通，规身躯拢黄疸。就是肝病，事实不是，因为袂疼，也阁会使革命，也阁会使惠州起义来台湾募款。华侨是革命之母，华侨是谁？向阵的中华民国都要成立的代表，台湾的好野人，对林献堂、对林家、对吼台湾有足侪遮个大好野人，捐钱予孙文，孙文来台湾两届，惠州起义开始。拢总是台湾人出钱，所以你知影无？伫国外，遐桥唔是叫做华桥，叫做大桥才对。我这边予大家知影，遮好的一个革命家、医生哦，该做医生哦，尾啊嘛是得这个病。伫个胆的所在，哦，肝门、胆囊的所在，甲赵宁一样，拢得这个病。六十几岁，植树节迄天来过身。台大医学院的院长杨世彪教授，他的太太也得这个病。哎、欸，台大敢无医生？有哦，家己医生阁认定哦，伊都无多早期诊断出来这个病，所以这个病予咱真无奈。你敢若发到伫平常时，真敏感知影讲，哎、欸，最近食欲不振。哎、欸、呀，张医师拄好讲胃癌食欲不振对无？大肠癌、右侧大肠癌、左侧大肠癌危机嘛，拢会食欲不振哦。但是这个食欲不振较无完全就是不太明显，那有那无。啊，佮伊哦，有一个特殊的所在，就是伊足深的啦，伊互你左左摇摇、疼疼疼伫个靠近咱的后背，对这个胃的所在，疼入去咱的牙齿偏要挖两骨迄个所在呢。伊毋是听恁头前讲定袂着呢，真侪拢总定袂着。安怎医生甲你检查，安怎取，安怎摸，包括 X 光，包括胃镜类拢验袂着。因为无人讲会伫个即款病，必要的时候马上用电脑断层，开钱嘛，家己开嘛，因为根本袂甲你开。迄个正万块你家己开，用电脑断层切切切，切甲哎呦，伫胃的后壁腰丘的所在出问题。凡是向阵切落去，已经知影你的两骨边啊。咱中骨保护的迄两骨髓吼，啊，迄凹达就是咱的副主动脉边啊，拢已经甲你生迄个癌细胞的转移，你知无？所以伊的表现是遮尔无辜，遮尔互你唔知影，都会甲你产生。必要的时阵最后一步啦，或者剖腹探查。剖腹探查什么意思？就是讲我这开刀唔是要甲你做什么大手术，是要甲你。探查，要甲你开开看卖啊，娘娘。所以医生都会用足侪款的方法，上胃部、白虎汤、破腹，甲你看。第二，你要大便的时候，医生会用啥？甲你视诊心法，望闻问切。望就是 inspection， 看你的腹肚。咱侪人倒伫，咱腹肚是爱平平，还是小可落去？啊，你啊足瘦的人，吼 scaphoid 就是敢那准安尼凹下去 ，flat 就是平。Distension 就是长的，医生爱甲你形容，看你的胃长，迄、那个腹肚皮什么形，然后医生看了 inspection 了，爱甲你
望闻问切。